好，我哋嚟到咧，我哋 worship 嘅 page 九，咁系差唔多系最后一版啦。咁咧，我见到咧有一个三次方喺度啦，咁所以咧要用 power of products。A square 要俾三次 ，B 要三次方。OK， 分母乜都冇嘢嘅，就写 B 二次。咁处理咗呢个先 ，A 嘅六次方 ，B 嘅三次方。over 二 b 二，咦？呢题唔系好难做噃，因为咧呢两个可以对约啊嘛 ，same base b 三除 b 二咧等于 b 嘅一次方，咁所以咧应该系 a 六 ，ok， 咁咧就 b 一次啦，就 over 二咁咪得啦。